嗨，我是 Copa， 这是一个更正的影片啊，不会耗费各位太久的时间。简单讲就是昨天的报新闻直播里面呢，啊，这个日向小次郎的技能这一项啊，我报浑身之力，我以为是一个全新的技能，那很抱歉，这是一个旧的技能，就是竭尽全力，也就是体力在 80% 以上的时候呢，它的能力值会有一个加成啊，不是必杀技加成，是能力值加成。那在这里跟各位啊说声抱歉啊，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啊，确认这个技能其实是一个旧的，而是我以为是新的哦。好，再次跟各位说声 sorry 啊，抱歉啦。那希望各位啊，明天啊，6月3号能够啊，享受这个周年庆最新的啊，第一个词就是尤文图斯的词啦。好，拜拜。